11月28日是易烊千玺17岁的生日。19日，易烊千玺的生日主题宣传预告公开，冯亮演戏4字主题也一同曝光。预告中的少年温润如水，散发着属于自己的专属光芒，一路踏光而来。而最后，千玺弯腰伸手，似是以绅士之礼邀请粉丝们一起度过17岁的生日。粉丝们在看到后纷纷表示：“这太酷了！”小程虽然第一眼没看懂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但总觉得很酷。